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咗美艳刷新土味好时间啦，我系 Ellie。Hello， 我系 Gigi。呢一集咧，我哋会同大家教一个土耳其嘅土味好啦，叫做维纳碎好。咁而家我哋咧会教第一组动作，第一组动作咧就系手部嘅动作啊，将我哋嘅两手伸直，手咧唔好喺前面喎，亦都唔好咁夾，打開少少，兩手相對，跟住擺到我哋嘅手腕喺右邊，右，好，左，右，左，擺到手腕，係啦，手就係咁樣嘅，呢個叫做擺動式。好，咁要配合我哋嘅身體咯喎，我哋嘅身體咧就會將 hip 部推左同埋推右，俾一下，右、左、右、左，當我哋兩手向右嘅時候咧，我哋嘅 hip 部都係向右嘅，右、左、右、左，同時嘅，右、左。右左 ，OK， 好，咁我哋咧第一组动作咧，第一个八拍系前奏嚟嘅，咁前奏总共有五个八拍，咁我哋会喺原地，嚟，好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咁我哋第二個八拍一樣係手係擺動式 ，hip 要左右左擺動，同時我哋會加上我哋嘅腳步嘅。咁我哋第一步咧會係腳向右邊行，右左右左會向前行八步。咁腳今次咧就有個協調性嘅要求啦，手同埋 hip 同埋腳要同時出去嘅。我哋先嚟試下將 hip 同埋腳一齊啦。右只 hip 部向右边，左脚，右脚，左脚，系啦，摆动腰慢慢行出去，好，快少少，我哋向前行八步，五六七，系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 ，OK， 加埋我哋嘅手。手、hip、腳同步，手向右邊 ，hip 向右邊，腳出右腳，右、左、右、左、右、左、右、左，係 ，OK， 好，我哋快啲，連貫嘅順暢嚟一次，五、六、七，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 ，OK， 好，呢个系第二个八拍，第三个八拍咧就向后行喎，一样嘅。当我哋嘅右脚向后退嘅时候咧，我哋嘅右手向右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呢个第三个八拍，我哋一试下串上嚟，第一个八拍喺原地摆动。第二個白白向前，第三個白白向後退，大家跟住我一齊跳一邊，五六七，係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行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嚟第三個拍。第四個白拍接落去一樣，手係不變嘅，將身體轉圈喺原地轉一圈，一樣係手向右 ，hip 向右，腳出右腳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翻嚟原地。最後一個白拍一樣，唔使入腳步唔使行啦，就會有身體會向上嘅升降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
七八，好。咁大家咧會記住呢個順序，第一個八拍喺原地擺動，第二個八拍咧就會向前拍，第三個八拍褪後，第四個八拍會轉圈，第五個八拍原地有上下嘅身體嘅升降嘅變化。好，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前奏一到五個八拍。好，請大家咧就跟住音樂同我一齊嚟啦。嗱，準備。嗱，手又準備。五個七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咁啊，擺喺呢度自由式，就會準備下一組動作啦。咁我哋呢一集嘅時間到啦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，拜。